第35题，何者不是 OLED 的优点？我们从前面的叙述，我们已经看到，他说少了背光模组之后 ，OLED 呢会比较省电、省空间，而且色彩更加艳丽。但是它都是所谓的高规格的手机，所以显然价格不会比较便宜。因此，第35题问我们说，何者不是 OLED 的优点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A， 造价比 LCD 更便宜。